搞错了，搞错了。照片有点开裂，这里。一般如果你照片是一个，就是它本来芦苇是挺厚的嘛，但是那么厚你吹不动，所以你需要拿刀片或者是玻璃一些摩擦大的东西，你把它稍微打薄一点，打薄一点吹是可以吹的，但是现在就容易开裂。比如说就是当你润它润的不是很湿的时候。然后用力很用力的吹，或者是你去发开照片的时候，都有可能会开裂。这个照片的寿命就不是很长。你一个照片能用多久？看你怎么保护它了。而且就是还要看这个照片的材质，就是因为芦苇和芦苇不同啊，人和人不同。比如说用一个好的芦苇做成的照片，然后你好好保护，可能两三个月都吹不坏，但有可能就是你自己。乱吹，然后随便乱搞，可能就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就飞。我这个照片就是搞了那么大概半个月吧，就飞了。因为考试之后我疯狂的练习，然后大概就。你们考试是怎么考啊？考试就一个人吹。在教室里一个人对着老师吹。在一个大的办公室，然后几个老师坐在下面。我上次黄猛唐老师在下面，唐俊桥老师，鼻子大了，然后在下面监考，一进去我都懵了，然后考完了，有一些失误吧，然后就说那个，也不说有些失误，就是这个失误还挺大的，就是个快板到最后只剩最后两队的时候，因为他只是有一些细节不太一样。导致我这个快板没接近最后两句，然后就他说去1、2、3，然后没办法停太久，大家就发现我可能忘谱了，然后接了一段快板，然后强收结束，赶紧跑出去了，十分的尴尬。可以说，但是自己吹出来的都是没毛病的，就是希望老师往开一点，反正能就是心里面能给多少分就给多少分，对。下次再，我感觉就是我那些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是没有的，除了最后那两句忘了，主要是台下坐了很多大佬，太紧张了。我们学校汪龙飞老师也在下面，他是一个生的青年演奏家，还有古筝演奏家王老师也在下面，王贝老师，不说了，咱们就说加油吧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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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